这就是这个爱尔兰的总统府，它叫 Government Office。你看，是总统府的高楼，它这里面 Department of the Harbor 非常有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有一个案底，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其他的保安，这是非常有戏的这么一个有特点的这个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Ireland in Dublin City， 2022年9月3号。2022年9月3号，现在是都柏林时间早上中午。你看，我们在都柏林最有名的一个叫 Trinity College， 它大概有500年历史。现在就是它的鼓楼，我们可以在这里参观。看，这里是他们这里的迎接新生的仪式，拿着伞。这个看这些古建筑，大概都有400-500年的历史。这是都柏林的一个学院的一个特色，据说科学家莫就在这里毕业的。这是2022年9月3号，这是我们今天都柏林第三天的。2022年9月3号，欢迎观看百美卫视。今天我们在都柏林的第三个见闻，我们参观了都柏林一些特别的地区，像 Trinity College， 这个是有600年的历史。你看这个，他们这 college 这个楼里面这个鼓楼太古朴古松了。另外一个，你看这个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中餐馆上面挂的中国国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都柏林允许各个外国移民在他们的地面上挂自己的国旗。另外一个重点是，今天我们参观的都柏林这个爱尔兰国家艺术博物馆里面有欧洲油画上500年历史，到现在有的油画从300年500年到至今，非常的这个坚贞。这个我上了一个非常这个深刻的历史艺术课，每一幅画，这里面的每一幅油画都是一个故事，有300年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当初的历史的场景。这个可以说300-500年那些画还保存到现在，经久不衰，真是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产物。This is marriage ceremony at Trinity College here. It just happened here today, 73rd noon. Trinity College.Amazing. Europe, Irish, marriage ceremony, 欧式的结婚仪式，2022年9月3号，看，正好看看吧。